我是林内。我妈妈今天要来玩具开箱。玩具开箱就是这个了，参与游戏。安全玩具。噔！哎，我也不。哎呦！里面有一个说明书。这就是鲨鱼啊，鲨鱼，鲨鱼。那我们就筛筛子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把那个贴纸都贴好了，鲨鱼的眼睛看得到吗？这边有，这边有鲨鱼的眼睛都贴好了，然后也把这个里面的，哎呦，里面的这个也都插进去了。然后骰子也贴好贴纸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骰骰子，然后看骰到几个，然后呢就要抽几个起来，鲨鱼摇起来的时候，游戏就结束。三算两算吗？好，三算两算。谁先？我先，你先，这没有差。爸爸，我知道就我先啊。每次钓鱼竿呢？我知道。好，这是一啊，一个。一个随便吗？随便一个。哦，随便一个，好来。这是好。被马上这鲨鱼就咬住哎！你要再骰一次啊、哦？那你再骰一次，再给你一次。钓一只啊，钓一只，来。你要两只也可以。扶着好了，不然它等一下又弹起来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好，也是一只。坐旁边啦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对，好，没事没事。龙虾，两次哎，三战两胜哎，你已经输两次了，不用比了。好，我再跟你玩最后一局，反正我赢了嘛。好了，来哦，这次用手不用钓竿哦。好，好来，我先还是你先？都可以，随便。那我甩了，一只。哎，用手好恐怖、哦。一只，两只，哎呦！妈妈，耶！一只，嘿嘿，报复一下。哦，有点少了没哈，一只。哦哟，一只哦。注定了啦，注定了，而且这很敏感，而且我还比你多只哎，你看看。好了，爸爸输了三局，所以要接受香菜糖果的惩罚。噔噔，香菜糖果。我们来把它打开吧，是不是跟外面照片一样呢？就一个绿绿的，哟，你闻，香菜的味道，我好重的香菜味哦，哇，好恶哦，好重的香菜味哦。香菜味很重哈，啊，好重哦！我肉饼，你要不要闻闻看？好重的香菜味哦！我要吃我的奖励糖果了，哒！我的奖励是，好，你坐好。奖励糖果是熊猫小饼干，巧克力口味哦，可以。这样，熊猫饼干，我要吃巧克力的，很可爱。我们先吃，换我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爸爸输了，可是他不赢吃。请问你现在想吐吗？
我还好，普通。你不是不喜欢吃香菜？对啊，不喜欢吃香菜。你讲话都是香菜味，好臭哦！我闻到了。你那宝宝嘴巴有菜味，有闻到哦。不想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鲨鱼桌游喽，噔噔，还蛮刺激的啊！其实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买来玩玩看，适合二到四人玩的游戏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要记得我帮我们按赞、或分享、或订阅，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哦。我是 Robin， 我是 Rene， 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